称其哉我？为何其我不称其哉我？再来，我们得拿祭品。走，走到供桌前，拿了祭品。再来，真正还祭品的方式有很多种。用自己的力，也就是我们的血，重新虔心的耕作，耕作你十岁。心事没了的这个意思，回去会发生。由于他在
三角形，这个叫 triangle 一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三角形？这是个三角形，这是个三角形，看到没有？三角形。所以怎么样在结构上让这个三角形啊能够维持？一个除了维持之外，再来。三是表示什么意思 ？Enlightenment， 表示打禅中的在讲的那个境界里。再来，我们就看到了四。四是什么？你的四肢。四是你的四肢。正确的前提下，意思它符合三，符合四，在三与四之间。因此这个姿势啊，这个这种拳法又是我们的太极拳里面在讲的，所谓的静，静，看到没有？拿个碗的意思。跟上，四，看到没有？跟上，向上，向旋的力量，便是敬天的力量。包含了三，包含了四，包含了脚跟、脚尖，颠步就是这个意思。颠步，静，